问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佑成是不是？你今天有参加比赛对不对？那你今年几岁？十岁是不是？我跟你，我再等等会请猫一个忙。那你今年几岁？88岁。88岁保养的真好哎，哇！几岁？88岁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有准备一个东西，有准备什么东西呢？很多彩多姿的什么东西呢？叫什么？比比看什么？谁最长？里面什么东西呢？有各式各样的吸管，对不对？等等呢，你们要帮我抽到最长吸管，最长吸管的就可以拿到礼物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先帮我抽一根。在摸什么？摸有摸鱼吗？很羞酷啊！哦，有的，你帮我摸一根吸管。好，你帮我抽一根吸管。哦，抽起来之后呢，把吸管举高。来，请问是男生的比较长，还是女生的比较长？好像差不多长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刚忘记跟你讲了，其实呢，我也要参加比赛。先帮我把吸管放回来。在我参加比赛之前呢，我要给你看个东西。我这里有一根什么魔术棒？你们有看过魔术棒吗？有，确定？好，我要拿一个给你看一下我的魔。我的魔术棒在这里，找到了魔术棒。好，一二三，对。等等呢，你要帮我拿魔术棒轻敲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放轻敲一下，可以吗？敲好就可以变成魔术棒，拿着魔术棒轻。哎，断掉了，这个魔术棒很贵耶。再是一二三，等等，你要帮我轻敲一下，可以吗？拿好哦，要握紧哦，握紧没有问题，你变这个。哎，好，领金二五。好，再说一二三，前面的长官笑得很开心。你可以，嘿，放哪一下吗？要握紧哦，要握好。他说握好，嘿，哎，怎么可能？再一次，来，剩下的帮我握紧哦，握紧哦，握紧哦，说握。没事，我的错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断掉吗？为什么？有线是不是错跟这个无关？是因为呢，这个魔术棒太小只了，我们要换一只呢比较大只的魔术棒。好，等等，帮我拿着盖子。你再帮我拿盖子，好的，拿好之后，轻轻帮我把盖子盖上。OK， 盖子盖上。你呢，也帮我把盖子盖上。OK， 盖好就可以变成这么顺的那只。好，再一次，帮我把盖子盖上。OK， 盖子盖上就可以变成这么顺的那魔术棒。你要帮我把盖子盖上就，你要帮我把盖子盖上，哎，可以办得到，盖，哦，给他掌声鼓一下，终于盖成功了，对不对？你帮我轻点敲一下袋子，等一下，你应该分得清楚纸袋跟手的差别吗？敲纸袋吗？噔，你也帮我轻点敲一下，噔，敲完之后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还记得啊，原本里面袋子是什么东西？你刚才摸到是什么？吸管对不对？吸管对不对？但是啊，你刚才抽那么多根吸管啊，你没有抽到这根吸管吗？你刚好抽到这根吸管吗？哇！掌声鼓励一下。我刚才是说过要抽到最强吸管的才可以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你们呢？好了，勇气可嘉，也要送你一个小礼物啦。这个礼物用到什么东西呢？来，妹妹，你先拿一个气球。有气球好，拿一个金色的宝剑。好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呢？我要送你一个东西，我要送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造型气球，你们想看吗？想问的都点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帮我面对大家，微笑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之后呢，我们接着准备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，这是什么色系哦？黄色的气球。